这里呢就是贵州的大山里面，我们所在的位置在这个地方，我们有一条路呢就是要走这个梯步，要走很久，差不多要走20分钟才能到底下的峡谷，然后走峡谷的时候再从这边上坡才能到鬼架桥。但是呢现在这条路不是很好走，鬼架桥它是在山的悬崖的中间，然后那个桥啊是天然形成的，走到那边看起来比较阴森恐怖，所以说就叫鬼架桥。啊，走，你看这里可以拍到阳光，你看到没有？然后这个树给你看。天哪，好热呀、啊！好久没有这样爬山了，这真的是在探路。那这树林里面好黑，我还是跟着他们四个，我们四个。哇！我一个人走在前面，只听见我自己的脚步声。一个人来到这里还是挺害怕的呀。对，这是在探险啊！你看好多树桩，这个路好危险。这个你觉得第一点往下，先下路上，小声点啊。这个确实不好走哦，你看这个都已经垮掉了，这边真的是好慌啊！就我们四个人来，你看这边。哇，已经变成这样了。一个人来到这里还是挺吓人哦，荒山野岭，然后这房屋都垮了，然后你看这风吹的那个草沙沙沙沙沙的。哇，他们走得太快了，我都掉队了。跟他们走近一点，不能一个人去好奇。我只听到我的脚步声跟风声。诶，怎么没人影啊？哇！哇，终于看到了！哎呦，这太危险了吧？这都不是人走的，这是羊油。这地方对女同胞不是很友好啊。还可以。遇山靠山，遇水成虎。远方老师说他第一次来就是走的这样子的路，我始终感觉他绝对是走错路了，因为我们刚刚都看到有路牌，但是走到这里面都完全没有路牌。他是带我们来探险呢。这个树叶上还是有很多树叶比较滑，小心一点、哦。哎呦！这个树叶比较滑，小心一点。不是，这个很脆。是啊，它你拉着它根本都没法。小心一点哦。这小心一点还不行哦，要小心多一点。到底还有多远呢、啊？已经不远了，快到了。那就好。因为这条路是正路，如果刚才你说的按那边走，要走很远的。这样抄近路还是怪吓人的。对。这路特别的窄了。已经有人来挖过了，以前来的时候路都没有，我们自己挖上去的，自己踩的这种长长边，比较很危险，你知道吧？不走这方向去，当天技术都是差。你以前来还没有挖过哈、啊？我估计是上面的那户人家来挖的，让人家好走一点。还好今天没下雨哦，你看这边的悬崖，这路特别的窄。难走了，这路已经到了吗？哇，前方马上就要到了鬼架桥，看看是啥样的，太艰辛了。终于来到这个地方了，你看底下呢有一条绳子，以前呢是没有这个绳子的，现在呢我们要抓着这个绳子，然后慢慢的下去，看一下没有
我那一座桥就在那个绳子最底下的那个地方，可能你们这边判不到道，但是我们下去马上就看得到了。现在我安排一下，对，现在呢我安排一下，我先下去在底下去接应你们，然后你们一个人慢慢下去。好，我们已经下来了，小声点，小声点。哎呦哎呦，又有砖头掉了，你别吓我。石头，石头的相机掉了，石头掉了，我要飞下来了，飞下来了。哇，这个桥，这个石头是跟那边山是连在一起的。对啊，天生的。对啊，就是这座桥，我们来的就找到这桥叫鬼架桥。天啊！来这个地方拍一下，它就应该是比较好的。哇，这个太吓人了。看我们的小薇同学，这个真的是有点吓人哦。他还没找到用什么方式下来。你看都不让我们虎了自己下来，对，太敬业了。你在下面接着就好了，万一掉了。掉了这里要小心啊。对。这里呢就是这一座桥了，以前呢是没有这条绳子的，现在为了安全呢，装备车门这边弄了一条绳子，还好有这条绳子。桥下过，你看这个桥面啊，最窄的只有30公分，你看那边特别的窄，只有30公分左右，然后两边呢是万丈深渊，而且这里呢是一条石桥，是天然形成的，没有人工的雕琢过的痕迹。现在呢我要冒险走过去看一下。哦，你看我腿都在发抖。你看啊，这边还是比较那啥的，但是越来越低，我靠，我有点恐高。你看这边只有这么窄的地方，赶紧！哇，这下面全空的。据我目测，这条桥最窄的地方呢，应该是在30公分左右。哇，你看，小声了，小薇。哇，这个看下去好吓人哦，不看还好，看了就腿打颤了，太吓人了。这是真的吓人哦！这里这个地方远离喧嚣。完了，这边没有绳子了，感觉往这上面爬都好难。哇、哦，这样子的，这样子看起来是我们刚刚居然走了这么，对啊，这么高的桥啊。刚才走到桥上还没感觉，到这边一看的话才有感觉。哇，太吓人了。你看这下面，对啊，悬空，悬空，悬空，很高很高。而且这座桥梁是天然形成的，不是人工来弄的。我刚刚从桥上面走过，很吓人，没想到站在这个位置啊，看得更恐怖了，因为两边都是悬崖，你看这落差几十米，然后这个桥的长度呢应该在10米左右。我来到这里放弃了飞无人机啊，因为这里太多树了，你看上面航拍不挂在树上吗？挂好紧啊。这树老师说不怕炸机的，在这里直接捡，就从这里飞啊？那我，对啊。那从哪里钻出去啊？哎呦！这飞机还没起来就炸了。我看到那个无人机在我头上，我就躲到这个树这里。这样就不会炸到我头上了。那两胆子太大了，直接从头上飞过去。这个不怕炸机的。你太吓人了，我一个人是不敢来的。我们四个人来了，我走到后面我都很害怕，因为刚刚走那个地方我都看不到你们在哪里，还以为你们快消失了。来，在我身后呢有一个天然形成的石桥，这个石桥叫鬼架桥。据我不专业的眼光看到的，这个石桥应该是几亿年前形成的，那个时候我应该没有出生。我们都没出生。对啊，就只有前面这个畜生。没有远方老师的带领，我一辈子是不会来到这里的。来到这里，此生无憾。哇！我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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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来
这怎么上去啊？爬上去啊？是从这边走还是上面？这边不好爬，比刚才不好爬。那边。你们看一下有没有东西掉在下边啊？嗯啊？有没有东西掉在下边？你们看一下。应该没有吧？慢点哦。哇，终于上来了。这边可以看到远处的风光。哇，这里可以跳下去吗？我跟你说，这里很容易摔下去的。我们是怎么上去啊？看，赶紧看老师怎么爬上去的。我也不知道他怎么爬那么快。咋爬呢？哇，这个有点害怕我了。哇，这个地阻隔了大好河山。我刚刚洗头是不是动了一下？对，动了。太吓人了，这个。你看，底下这块敢不敢过来？就是你刚才给我说的那个洞背上去跟这种一样。啊、哦。敢不敢过来？这个位置好紧呀，所有的压力都没有了，在这个位置。哇，这个好吓人了，我就只能爬在这里了，太吓人了。小薇，你是第一次到这种大山里面来吗？啊是啊，第一次啊。是吧？像我今天带你走的这种桥，你感觉怎么样？太吓人了。嗯。太不可思议了。还有呢？还有，我现在吓得说不出话了，不知道说啥了。那要不要再上去走一走？我不敢去走了。是吧？刚刚走了一遍，我都已经腿打颤了。哦。我们现在是往回走，感觉上来都不容易，下山更难了。